大家好，我是 David Wu。这套360度大学全景视频是我制作的，最当初做它，想法就是让我的学生们呢能有一个客观靠谱的这个素材可以参考大学，所以我亲自去的走访的每一所大学，每一个数据每一条素材都是我看了很多这个关于大学的信息之后亲手搜集的，我认为有代表性的，所以这个资源呢绝对靠谱。我是6岁移民到亚特兰大，2013年开始呢，我全职做这个管理当地的几所私立高中的国际学生项目。我们做得很细，从这个选接待家庭、匹配接待家庭、课程、课外活动的规划，包括最后的大学申请，还有中间所有这些细腻的孩子们生活、学习的这些事儿，都由我们来管。这等于是美国家长、中国家长、美国学校和老师。还有我们一起帮助孩子。如果对在美国上初高中或者申请美国大学的家长有问题呢，应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有很多高质量的，肯定能帮到你的资源啊，应该订阅。还有就是，需要一对一咨询的，可以给我们留言，或者联系我们在国内的合作伙伴。咱们视频里边再见。
大家好，这是留学兵法第四讲竞争优势，我是 David 吴。这个申请大学啊，就跟那个笑话似的，你在森林里面碰到狗熊时候，你最希望你带的是什么？就是比你跑得慢的朋友，你比他跑得快就行。说实话，我觉得对一个亚裔申请大学是最难的，因为大学看你的时候，他没有把你跟白人和黑人比，他是跟你的相比群体比，就是你从美国申请高中，你是一个在美国国际学生的亚裔，如果你从中国高中毕业，你的群体就是其他的中国学生，你是跟他们在比。亚裔啊，是学习最好、分最高、SAT 成绩最好的这帮，所以你就是在这方面，大家都是在花时间，在成绩上花时间，分上你得高是吧？因为大家都高，你低了你又显得不好，但是你就是再高，你也没有那么 special。说实话，不像黑人，你考了个1500，在他黑人群体里面，这个就非常高了。所以对亚洲人，咱们呢是就这么多时间，但是我们得做这么多的事儿，才能真正的出类拔萃啊，显出来。但是你只有这么多时间，咱们今天讲竞争优势，就是你怎么用有限的时间做最给你加分、最让你显得突出、从其他的亚裔、其他中国人突出的事情。咱们就说几个例子哈，是让大家思考的。如果你在美国上高中，这个就是一个优势，因为这个群体少，大部分的人都是从国内这个申请，是吧？哎，在美国学校，你可以说我跟美国老师的关系，这个我已经习惯了，大学也知道。你在美国生活了一阵儿，你不会突然进了大学不适应啊。如果你跟接待家庭住，这更是一个点，你应该使劲说，就是我跟我们的接待家庭的关系，跟他们生活看到美国人的喜怒哀乐。我比较明白美国人，因为大学的想法是我们希望这个大家在这校园上能够融入，是吧？能够也是一个不是一圈一圈的人，是大家都可以一起玩的。那你有这个特点啊，其他的亚洲或者国际申请者可能没有，都是住校或者怎么样。体育啊，咱们亚裔本身做体育就少，是吧？尤其像橄榄球、棒球，没有。如果你是在橄榄球、棒球、篮球、足球都可以，你能有一点点成就。是个 team captain 或者怎么样，你能说出点什么？大学会想，哎，你看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亚裔玩橄榄球还能玩出点成就的，是吧？这个稀有，它有意思，它可能带来一些新的想法，是我们没见过的，在我们校园里面能擦出火花，这个对大学有意义。你钢琴十级在这个大学校园上对他来说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多的是啊。应该啊，家长应该更重视体，如果是知道孩子要去美国上大学，应该更重视一些体育啊，那些这个常见的小提琴、钢琴啊，可以换成更稀有的乐器。第三门语言啊，这是亚洲人啊，咱们国际学生嘛，都有两个语言，对吧？美国孩子本土申请者，他们都要上至少一年的第二外语。那我建议我的所有学生，如果在美国上学，你就上那第三外语，而且上的越长越好，上2年好，4年更好。因为它稀有，在咱们群体里边，咱们都知道我有了第二外语了，符合要求了。但如果你上4年西班牙、4年拉丁语、法语，这个少见，应该坚持，所以这个值当花时间在这儿。另外一个就是出了你的舒服区的圈，是吧？你可以跟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达成一片，做成事儿。这些人可能都跟你想法完全不同，是吧？你都不一定了解他，但是如果你有这个记录，就是你看你老是跟你其他不同的人搭成一片，这个显得跟你的年龄段的人不一样。十几岁的孩子，不管哪个国家的，都喜欢在他舒服区里跟他们的朋友玩，做一样的事儿，是吧？你要想的是我怎么做不一样，我怎么能突破。大概的方向啊，就是你怎么能突出，你完全可以想我父母家庭有什么资源我可以用，这是稍微比较独特的，是吧？别人可能少点，哎，我怎么想？美国孩子也会这么想，就是他们的家长能给什么资源给他们，他们去用去做去做事，你真得做，不能就是瞎胡搞啊，做出来。十几岁的孩子，毕竟你的世界就那么大，是吧？家长可能给你带来更大的世界，所以应该跟家长花更多的时间，听听父母有什么可说的。哎，他说你应该试试这个去，你就应该试试，是吧？没准是别人都在，哎，不试不弄的。哎，你没准在那儿你就能突破。什么是红海的东西？就没有竞争力的，是吧？大家都玩烂的啊。第一 ，SAT 分儿，一
亚洲人都高，你不能低，是吧？你低，你反正显得就好像不好了似的，太不好了，不好。但是如果你是1450，我觉得就是你怎么的都得1450，1450以上啊，1500，你不用再拼那1500到1550那50分，花那3个月的时间，不如花在其他的，你更能，就花3个月更能有卓越的这个事情上啊，因为大家的 SAT 分都很高，越高的 SAT 分越多亚洲人，数学和科学啊，这也都是亚洲人都会做的考试分，什么 AP 全都很强的。那如果你是有人文的背景，你文科背景的，你完全可以往里扎，因为文科的背景的亚洲人少，完全可以。还有些课外活动呢是大家都做的，什么 Science Olympiad、Model UN、Math Competition、Knowledge Bowl 什么的哈，这都是亚洲人玩的有点太多的了。你要花很多时间去准备去，你可能真喜欢，但是你得到的回报啊，并没有那么独特。应该花点 creative energy 在想更独特的事儿上。刚才已经说了，普遍的这些乐器，你要玩乐器的话，那咱们就学稍微偏一点的，少一点人玩的。整个大学这个路线上，不管你是在做你的事情，还是你已经在准备文书了，都是应该想什么角度，我说能留更深、尖锐的印象啊，让我能够从一堆人里边拔出来。